刘市经见海啸式劈价，入伙仅一年多的将军澳南塘澳，有投资者斥1886万元购入一个两房复式户，江大劈价30%以1320万元沽出，年洗费食近700万元，成为将军澳历来最大中食样，食福惊人，足以媲美2008年金融海啸价。当年金融海啸席卷全球，本港楼价急泻。最经典是漫画家马荣成斥7600万元购入山顶倚联单号屋，尺价仅3.2万元。原业主2006年以9300万元一手买入，持货两年食近20%。12年后，全球股灾，部分业主不惜海啸式劈足30%劲过倚联。地产代理透露，一名投资者于2017年以一约多伙悭税方式斥2655.6万元购入将军澳南塘澳两伙，其中七座顶层复式特色户，当年买入价1886万元及尺价24494元，江大割价以1320万元沽出，持货满3年额外印花税 SSD 松绑沽货，账面贬值566万元，若扣除佣金及离印费等开支，估计实际损手近700万元，属将军澳史上最大中食样。上述单位实用770方尺，两房间隔，连140方尺天台，向东南享海景。据知该单位本月才放盘，原叫价1700万元，已低于买入价，但减至1320万元才有买家接货。至于该业主持有的另一个单位，为8座中层 B 室，实用413方尺一房户，现时亦于市场放售，开价860万元，较买入价约770万元高12%。消息指，上水高尔夫御苑江乐德手中二手成交，7座低层，实用280方尺开放式户，刚以460万元年租约沽出，尺价16429元。卖方是一名中港货车司机，2017年4月以约440万元购入作投资用途，4个月前以约9000元租出，下月中才届满 SSD， 是次沽货账面获利20万元。为扣除楼价10% SSD 的46万元，以及佣金及离印费等开支，了实食约44万元。环球金融市场动荡，豪宅现劈价潮。市场消息指，九龙站海船门观星阁高层卧室，实用1382方尺，原叫价7500万元，刚大幅减价1150万元。以6350万元年车位沽出，尺价45948元。另西半山坚道欣然高层 B 室，实用588方尺，两房间隔，业主2016年以2048万元买入，刚以2060万元沽出，持货4年账面获利12万元，违计及洗费，了损手近90万元。则如冲太古城两房再跌穿1000万元，美联吴兆基称鄱阳阁高层卧室，实用583方尺，上年7月放盘，叫价1050万元，刚以999.8万元成交，尺价17149元。该单位楼上一层卧室，去年3月以1100万元易手，今次单位低一层，楼价一年平一球，居屋诞生楼王。消息指，何文田冠辉苑低层24室，实用291方尺，刚录表价438万元沽出，尺价15052元，创全港录表居屋新高。原业主1999年以56.77万元买入，升值近7倍。